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，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3号礼拜天，黄宝琴回阿宙家陪阿宙一起看电视。黄宝琴，阿宙问你要不要吃稀饭。也只有零五年而已啦。要不要吃粥粥？我也闹说啊，这大光风的笑，前面那个大母笑，我这母大光。黄宝琴，那我爸去拍另外一个女生啊，走。来拍啊，宝琴啊，阿祖哈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奶奶，你伫无闲啥？我落地啦。哪会落地吧？我无田，无啊，无田。是哦。你食啥物食？奶奶，长是冬节呢。你干嘛食鱼啊？你就是后人去拜水果啦，后人去拜。啊，你敢有食鱼啊？无，迄个人无，少年人改变了了。是啊，我。我唔知啦，恁下日再。好啊，那你看我一下，好啦，哦，今日天气可能暗吼，较暗一寡。你可以饮咖啡，饮一瓶来吼。好啦，好啦。